2019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最佳团体。有请三位上台领取奖杯。看着他们一路走来，也是他越来越沉稳自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非常感谢建立颁给我们最佳组合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荣誉，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，然后呢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，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请继续。非常高兴来到这里，然后谢谢大家的认可，然后我们也不负众望，继续加油。有请结束。感谢 TME 颁发的荣誉，我们会出更好的作品，谢谢。祝贺三位，请 TMBOYS 拿起你们的奖杯好吗？祝贺你们，请全场也为他们继续尖叫鼓掌。